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七天打卡减脂早餐的第二天。昨天我一个人做了一个减脂的三明治，虽然做出来的颜值没有人家的高，但是味道还是不错啦。昨天一度的想要放弃，但是既然已经给自己立了一个七天的 vlog， 所以要坚持到底。所以我今天邀请了一位我的场外援助。今天邀请的场外援助大师，厨房大师啊。衣服加上我的架啊，菜都不洗，走起，哪洗菜的呢？进入我的心爱的小厨房，今天打算做一个西兰花煎鸡肉，走，啊，真是西兰花，然后我刚才腌的鸡肉过来啊。鸡肉，那个西兰花切一下，搁盐泡上。你得说，还有要料酒、蚝油、咸盐、味素，都得搁。吃重点行不行？嗯，这就够了。掰吧。掰完了呢？掰完了，泡吧，你都要搁家里泡吗？可以搁这个盆泡行吗？行。就掰放在这里，掰掰。块太大的话，就改一下刀，搁刀切一下。就这样是吧？嗯。泡的话用不用煮啊？泡完得煮，不煮咋生吃啊？不是，那泡的时候就是……那你就搁盐水煮下得了。可以吗？掰吧。几粒？这不用洗吗？用不用洗？不用洗，你就直接泡。泡完一会儿还得焯呢。行不？行。然后放凉水呗。放在盐里头，放盐。就这么泡。我假泡，不可能那么泡吗？上我糊着了。就这样。对，往那搁点盐。这是食盐，放这些就够了。三。搁一勺就行。好。来看一下，离近一点。近点泡啥呀？人家那玩意儿瞅泡呗，那玩意泡的。主要是看一下菜。他妈那么大块，行吗？这再掰一掰呀、啊，那么大块。就是啊，再掰一掰。哎，你看这刀，你看这刀搁这中间嘎开。就这么地吧。太大了，刀不开。没事，把这个打开。经过昨天的一顿捂着，我终于会了一点点。拿个筷子，拿我这个夹子。不拿夹子，这夹子不挺好的吗？美观。然后热了，完了还用倒油吗？这个倒油。少搁点油。来个油。再搁去。还有吗？再来点。再搁。嗯，好了吗？不少。然后这个小刷子，啥刷呀？搜。它不沾油就那样，完了。好了。先加慢火，跟那个你整那抹完油哪都是，夹油。不要嘚，你的手指头都进来了。现在就开始加肉了。一盘一盘摆着，摆着。好的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摆盘我会。吃多少煎多少。对吧？你觉得就搁里就行，一会儿就。哇哦！边再搁一块。好，别动，搁那举动，等一会儿。绑皮儿了啥意思？绑皮儿的就是绑皮儿的翻个呗。要。不动。你那个西兰花好了吗？没事。试试。嗯。焯一下西兰花。这个煎一下吧。好了吧，不用我了吧。可以了。再翻两个，再翻两个，先把这打出来就行。其实又变色了。谢谢，辛苦了，大师。再见。多吃点西兰花。
但是我好怕这个西兰花上面有虫子，之前我在上面吃过一个虫子，就每次现在吃它都特别小心，有点像吉野家，但是就缺了点饭。现在就是每天把这个肉当做饭，很美吧？可以了，再来一下我的黑胡椒，吃起来。那我今天打卡的第二天，第二餐已经结束了，期待我的第三天减脂餐，拜拜。